陆大人早。夫人这么早就洗衣服啊？李东方起了吗？他刚刚还在那儿啊，我去帮您叫。 早啊！早啊！过来道歉啊！我是来帮你搬家的。啊？我把这套院子买下来了。哼！这么着急，我去哪儿找房子去？你还可以住在这里，不过每月要给我二两。多少钱？二两。 我没那么多钱，你可以做家务来抵房租。你让我夫人给你当老妈子，洗衣服做饭啊？我想让你给我当老妈子，给我们俩做饭洗衣服。夫人，陛下如。